么开始动一起动动动动他不是说要泡两三个小时？你是不是？我是说我们要装进啊。啊。我们也可以把它卖掉。要吗？那你。如果把它卖，如果我们有初夏心理，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把它卖掉？怎么样？有什么想法？因为我开的这个就卖不掉了，是吧？如果我没有，你要卖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卖个八折啊！啊，完全没用，全新的还八折？全新不然要1.2折吗？这种又没有用过，又没有干嘛，还打折啊？打10.2折好了，全新没用过，这盒子已经凹陷了。哦，怎么样？卖原价、啊，原价是多少？你查到我可以卖卖看啊。它制造日期是2年前的。这种，哇，这种没有期限的吧？这制造有效期限5年呐、啊。它要过期了，所以我们要在3年之内把6个用完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只是如果我们有那个除下型的，是不是这个就不需要了？看你喜欢它，它过滤出来的味道的水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。烂的水过滤出来还是烂的水啊，只是把比较烂的成分过滤掉而已。但水本身是烂的，它怎么可能？那可能你全世界都没有好的水吧？你本质它的矿物质就，而且它的自然水已经是很脏的，对呀、啊，你还嫌它烂，那你就没什么水可以喝了。没有嫌它烂啊，是嫌它太好了，所以加了这个不会变更好啊。它有美呀、啊，美要干嘛？变美呀、啊？不会，听他在那里瞎掰，你也相信？好，那我先把地方放出去。噔噔。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机器说会滤芯时间到被亮灯，其实它只是计时器吧。因为那个滤芯放上去，它根本也没有什么那个感测东西啊。那你就按一下，它就继续又可以用了。对吧？应该是机器上面会有。没有，你再按一下又可以继续用。它可能就是哦，一个月时间到，它就亮灯，告诉你要换新的。对啊，所以 OK 的。美工刀，因为哪有那么厉害？那个里面它，难道它是无线可以侦测的吗？哇，难怪那么贵。可惜，他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再把它贴回去，然后我现在要再把它拆开来。噔噔，是 BWT 呢。桌上型顺热影净影机，顺热净影机，清净饮水机，就是净然后饮水机。进热温烧水机，那个 made in
in China。那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水槽啊，神奇水槽，没了。哇，这个线也太短了吧！80公分而已吧，1公尺吗？1公尺，这太短了，什么？大家用延长线，那你还要去伸一条延长线？那你不是有一条延长线？你上次拿出来的？是三孔的，那个不是三孔的吗？延长线在哪里？这是里面啊，打开。这个你上次不是有拿出来用过？没有吗？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大？那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延长线。哇，你眼睛怎么那么大？是不是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哇，是三重的，对呀、啊。哇，这是大润发霉呢。你这个眼睛怎么那么大呢？哇，因为灯开太暗了啊，还开不够亮啊，看不到。哎，你怎么接这里？接那一边啊？接那边？接那边拉货拉到桌上啊？我只要先测试你的米啊！别紧张，从来不是你从那边拉过来，你看你现在搞得乱七八糟的啊！那边也不够长啊，那你还要再找一个排插、啊？为什么会不够长？这怎么够长？我从延长线从那边拉到桌上，不够长、啊，桌上就可以了。够长，你试试看。哇，这墙壁被你搞得这样，放桌上？为什么放桌上？这样会拍到啊！这个够长吗？